那边参数都是一样，这儿都是接的比较好，润印的台词是吧？这量的参数是这量直径，这量是那个介质的宽度，你想稍微的比它宽一点也行。这量这个直径，这个 L 就是这个端面到这个轴心的旋转轴的这个转动轴的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。然后这个就是角度，旋转的角度。刚才我用手机刚才找一个角度嘛，就是这个角度。行。对，现在打一下就行。Thank you.